接下来看一个影片，来看一看一些做工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躺在位置上，物体在这个影像上与人接轨，那就说你的问题错了。这样的不大好理解呀、但在生活中，我们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光柱子。我们老先生，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物理课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过了功能、功效、功耗。Charles Griffin 光道就是很高这些词。光度距离的光，我们还是很明白。古代大学士们是怎么用功的？我们一起来穿越一下。话说这天，我们来了唐朝，玉皇大帝想立志，皇上。刘基派来人说：“二人快马加鞭回来照顾刘禅。”但是怎么他也可以吃？刘禅那个年代是没这样的。怎么南北的两个人一路向西北，看着南岳皇上让人傻眼。没有先人多智之，只有晚之待在仙人掌。大家讲，这也是新药物啊！虽然仙人掌快马加鞭送到女人面前等着刘禅，但杨贵妃这家教主怎么请仙人掌？是国之莫可久而知。这两个路痴告诉我们，要想有功，先用尽方剑啊！刘基此时又派两个人，事先弄清了方向。两个人不敢行，一路向南。我们知道南方湿热，两个人没到就中暑了，没给娘娘带回绿枝就好了。有功无功，想想也就知道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就算费了牛万劲，没给娘娘带回绿枝，那也是无功而返。事情当然没有结束，最终刘基还是找了去牛族家带回绿枝。娘娘哪来的一介皇妃子相，无人知绿枝啊，这么轻易绝句呢？这样才算是完成任务，有了功劳。首先，这两个人认清了方向，费了力气，更重要的是带回了荔枝，不是橘子，不是香蕉，更加不是仙人掌。所以要想有功，这些因素缺不可，任何一项出问题都不行。物理上有功和讨好皇上有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，我们要认清方向，并且在正确的方向上拿回荔枝，才是真正有了功劳。物理上我们轻一点，就是要有力，并且在力的方向上有距离，才能走功。各位是否明白一点啊？可能你还在混沌，让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拎着一盆水向前走，问你是否对水桶做了功？做了还是没做呢？你提水的面向上，而水桶向前动，方向错，你就像第一个走后的水印，就算你拎着桶走再远，方向是不对的，所以你向上的力没有做功。那怎么才能做功呢？提着水桶上楼梯，那你就对水桶做功了。我们待会会有个类似的问题，就是问你说有没有做功，要有力，有位移，同时这个位移必须要有平行，这样才是有做功。OK。